哈利路亚，弟兄姊妹们平安，感谢神，这个下午的时间我们又可以再一次来有这个时间来敬拜，不单是对所有参加弟兄姊妹们，对我自己本身来说，这是个非常重要的，我需要更多更多的一起的来敬拜，一起在神的面前同在里。今天下午这个时间要用这段的经文和大家来分享，就是在诗篇的63篇第一节和第二节，这里说到大卫在犹大旷野的时候做了这诗。神啊，你是我的神，我要切切地寻求你，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，我渴想你，我的心切慕你。第一节的最早，通常我们读圣经都是省略了这个括弧里面的形容，但是且很多时候在犹太人的眼中，这个圣经就是从这个括弧，这个大卫在旷野的时候作为这个经文的开始，也是包含在经文的里面。第一，大卫在犹大旷野的时候，这是一个他最艰难的时刻所写的诗歌，因为他被扫罗追，扫罗要追杀他，而先知告诉他不要离开犹大。你要知道，当他还在犹大的时候，他其实是最艰难的时候，因为除了这犹大旷野是在以色列的境内，当中没有腓力士人来干扰这个扫罗王的视线，但也是成了一个他最需要来步步为营的一个地方，在旷野里面他躲躲藏藏。所以这首诗歌是他最艰难的时刻所写的。我们最艰难的时刻我们做什么？我们找人家代祷，我们找人家帮助，我们找方法。但是在这里，大卫在犹大旷野的时候，他做了一样事情，他把他最艰难的时刻写成诗歌。在那里，他将他的埋怨，将他的困惑痛苦和他渴慕神，用诗歌向神发出。这段日子里面，我面对许许多多的挑战，许许多多忙碌，甚至许许多多自己也不知道可以不可以胜任的挑战，我要怎么做？今天早上当我预备的时候，我真的深深的来到神的面前，把我的一切的痛苦用诗歌向神来唱出来。神啊，你是我的力量，神啊，你是我的帮助，你是我的医治，你是我的拯救。在这里我们看见第二个字，他说我要切切寻求你。当问题很大的时候，我们在寻找解决问题的答案，还是我们在寻找解决问题的主？很多时候我们希望快点找到答案我们就能安心，而却没有想到真正的是找到那个解决问题的主，我们心里才得安心。所以我们得到一个解决方案过后，我们还在围着那个方案在那担忧。所以在大卫的这个生命里面，他不是因为找到一个山洞，找到一个山寨，一个藏身之处，他心里得安息，而是他切切寻求主，主才是他一切的保障。大卫知道一切的问题的答案就在神，所以他知道他需要切切寻找神，不是寻找可以躲的地方。虽然感谢神的恩典，他躲过了扫罗无数次的追赶，但是大卫的成功不是在于找到 strategic spot 很策略性的躲藏地方，他的得胜是在于他找到神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世界上有很多的问题，每一个问题或者每一个答案里面都有问题，但只有在神里面是没有问题的。我们来仰望他。第二节第三节说到，我在圣所中曾如此赞扬你，我要见你的能力和你的荣耀，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，我的嘴唇要颂赞你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这经文里面我看见一件事情，他说我在圣所中曾如此赞扬你。大卫在这旷野里面，就是极困难的环境中，他没有忘记寻求神，像我刚才所说的，没有忘记神的能力，没有忘记神的荣美。我不知道他的圣所是指在哪一个地方，是在细罗的
这个圣殿吗？这个会幕吗？还是他自己的帐篷里？因为所罗门的殿还没建起来。这第二就是示罗，当时示罗的这一个的会幕里面的这个耶柜都已经被非利士人抢了，然后呢后来回来放在基列耶林，在那个地方好像是个被遗忘的一个地方。但即使在一个被遗忘的地方，他说我在圣所中曾如此瞻仰你。他的眼目没有淹没在众多的困境中，而是继续瞻仰神。他曾经如此瞻仰，在这旷野里面继续晚上抬起头来看着那天上的星，知道神的荣耀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我的问题很多，你的问题也很多，但问题不是在于我们的问题多少，而是在于有没有曾如此瞻仰而继续如此瞻仰，瞻仰神的荣耀。最后他说，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。你知道在困境中往往我们会拟出一些消极的结论，啊，什么都是一样的啦，哎呀，神不会帮助我的，或者我不知道你发过什么怨言，说过什么内在誓言。但是大卫继续赞美，继续颂赞，宣称神是美好的神，他的慈爱比生命更好。也就是说他的慈爱比他保全着这个生命来得更好。即使有一天他落在扫罗的手中，他仍然宣告神他的慈爱比生命更好。对于一个逃难的人，他愿意牺牲一切所有为了保全生命，但大卫在一个逃难流亡的一个人，他却宣称神的慈爱比生命更好。我想这也不是一朝一夕得到的结论，而是这一世磨出来的一个结论。因你的生命，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，让我们的嘴唇继续称谢神。今天下午这个时间，让我们进入神的同在。这个地方不能为你提供任何东西，除了就是带你和我一起进入神的同在，一起来敬拜。记得一样事情，你的问题会一直越来越多，会一直不停的来，因为我们活在这世上。但神的同在却是一生之久。什么时候我们抓住他的同在的时候，和藏在他的同在里面的时候，我们的生命就不再一样。好不好？就在这时刻，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来到你面前，耶和华，求你兴起，愿你的仇敌四散，愿恨你的人从你面前逃跑。我们把我们的问题，我们把我们的需要都恭敬地带到神你的面前，愿你施恩，愿你帮助。愿主今天下午这时间，我们经历你的同在，跟神的同在。奉靠耶稣基督的名字我们祷告， Amen， 哈利路亚。安静，让平安入我心，深深知道你是我的神。风浪是让我灵更安定，在我身旁你是风浪平静。再一次安静，安静，知道你是我的神。风浪让我灵更坚定，在我身旁你是风浪平静。我不害怕，我不害怕，我仍然要敬拜
害怕，我不害怕，我仍然要敬拜你，陪我走向应许之处，充满盼望，我一生要敬拜，生命满有你的应许，我不害怕，我不害怕，我仍然要敬拜，你陪我走向应许之处，充满盼望，我一生要敬拜，生命满有你的应许，耶和华，耶和华，你时时帮助我，在我里面没有怀疑惧怕，不离弃我，耶和华。
高台，叙利亚拉玛亚的，哦，拉玛瑞亚拉玛哥，叙利亚拉玛亚的，叙利亚拉玛亚的拉玛亚的。来到你面前，主，我们来到你面前，主，我们要宣告，主，你不丢弃我们，不离开我们，我们可以时时刻刻来宣告，神，你是爱我们的神，你是我们的力量，我们的高台，我们的帮助，我们的神，我要喜喜乐乐的来到你面前，要来宣告，我们用赞美感谢进入你的门，我用赞美感谢进入你的院，哈利路亚。我们带着赞美进入主的圣所，我们带着赞美进入主的圣所，我们带着赞美进，我们带着赞美进入主的圣所，我们带着赞美，我们带着赞美进入主的圣所，我们来，我们来。赞美进入主的圣所，我们带着赞美进入主的圣所，我们来，我们带着赞美进入主的圣所，我们带着赞美进入主的圣所，我们来，我们来赞美他，带着感谢献祭给他，我们来赞美他，带着喜乐的心，我们来，我们来赞美他，带着感谢献祭给他，我们来赞美他，带着喜乐的心，主的喜乐是我力量，你的救恩是我盼望，虽然橄榄树不效力，虽然葡萄树不结果，我仍因着我的神欢喜快乐，主的喜乐是我力量，你的救恩是我盼望，虽然橄榄树不效力，也许葡萄树不结果，我仍因着我的神欢喜快乐。我要赞美，无论得失或不得失，我要赞美，每天从日出到日落。
坚定于你，每天赞美不停，我要赞美，跳舞赞美，我要赞美，自由赞美，大声欢呼，你是永远的神君王。主的喜乐是我力量，你的救恩是我盼望。虽然橄榄树不效力，也许葡萄树不结果，我仍因着我的神欢喜快乐。我要赞美，无论的是模糊的事，我要赞美。每天从日出到日落，我心坚定于你，每天赞美不停，我要赞美，跳舞赞美，我要赞美，自由赞美，大声欢呼，你是永远的神君王。我要赞美，我要赞美，无人的事或不得事，我要赞美。每天每天从日出到日落，我心坚定于你，天赞美不停，我要赞美，跳舞赞美，我要赞美，自由赞美，大声欢呼，你是永远的神君王。大声欢呼，你是永远的神君王。大声欢呼，你是永远的神君王。主啊，感谢你，我们要赞美，不停的赞美，不停的敬拜，不停的来到你的同在里。主啊，神愿主我们的心不住寻求你面的时候，你自己在我们软弱中来扶持我们，让我们真正经历你的同在，让我们真正的进入到主你的荣耀里面，真正的主啊，与你面对面，真正的生命被你来得着，我们的眼目，我们的心思被你得着，我们的盼望都在你里面。就在今天下午的时间，来与我们同在。让我进入主你的同在，我以众天使围绕宝座敬拜。哦，让我进入主你的同在，我要单单敬拜你耶稣。让我进入，让我进入主你的同在，我以众天使围绕宝座敬拜。哦，让我进入主你的同在，我要单单敬拜你耶稣。我要敬拜，敬拜，敬拜我的主。我要敬拜。
进入主你的荣耀，我在你圣洁光中被你得着，哦，让我进入主你的荣耀，我要单单为主你，让我进入，让我进入。圣洁光中被你得着，哦，让我进入主你的荣耀，我要单单为主你而活，颂赞荣耀，颂赞荣耀。进入主你的同在，让我进入主你的同在，我以众天使围绕宝座敬拜，哦，让我进入主你的同在，我要单单敬拜你。第二段，让我进入，让我进入主你的荣耀，我在你圣洁光中被你得着，哦，让我进入主你的荣耀，我要单单为主你。敬拜，我要敬拜，敬拜，敬拜我的主，我要敬拜，敬拜，敬拜我的主，我要归向。圣洁，圣洁。
洁的真实。主，我们来到你面前，敬畏在你面前，单单说只有你配得，单单说只有主你的名配得称颂，我们敬拜你，敬拜你。在今天下午这时间，让神你的爱，让神你的信实，让你的真实这时候来充满到我们里面。我们就是要抓住你，因为只有你，只有你能够拯救我们，只有你是我们的力量，只有你是我们的帮助，我们的高台，我们的拯救。神啊，我来到你面前，就在这时候，主，我们来到你面前，主，就像大卫一样，我们可想你，我们可想你的愿意，我们可想你的真实，我们可想主你的真实在我们生命中，你的荣美，主啊，你的能力彰显在这片土地上，在我们生命中，在我们家人身上。这时候，主，伸出你的手来触摸，伸出你的手来医治，伸出你的手，主啊，来施恩。因为主你是信实的，我们来到你的宝座前，来到主你的同在里面，我们仰望你，我们仰望你，我们仰望你，弟兄姊妹们。哦，让我们来这时候向神呼求，神听我们的祷告，神听我们的祷告，神听我们的祷告，神就在我们中间。哦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谢谢耶稣。哦，哈利路亚，主啊，我们要宣告，哦，耶和华，你的同在就在这个地方，你是信实的神，你听我们的祷告，你听我们的祷告，主啊，你知道我们所经历的，就在这时候释放你的同在，释放出你的信实，在你的子民的生命中，愿你的名字被高举，你的名字被高举。哦，哈利路亚，哦，哈利路亚，哦，颂赞荣耀。荣耀，荣耀，荣耀。
在宝座前不住的唱，在宝座前是活物，二十四位长老，所有的受造物都呼喊圣洁。谢谢耶稣，伸出你的手，施恩，在我们当中。神，我知道主你施恩，你帮助我们，你用你的盾牌围绕我们，就在时候我们来到你面前，信靠你，依靠你。愿耶和华你的荣耀，主啊，在诸天被宣扬，在万民中被宣扬。主啊，因为你是慈爱的神，你是施恩的神，你是拯救的神，我们要宣告，我们宣告，哈利路亚。耶和华，求你回到以色列千万人中，回到所有信靠你的众儿女中间，在我们中间掌权作王，直到永远。主啊，我宣告，耶和华上帝，主啊，你必在我们当中兴起，必在我们当中拯救，必在我们当中施展王权，直到永永远远。我们赞美感谢你，奉耶稣基督的名字，我们祷告，阿门，哈利路亚。弟兄姊妹们，上帝祝福你，神用他慈爱双手来扶持你。我们今天下午这个敬拜祭坛就在这结束，愿神的荣耀一直的围绕你，直到永永远远，阿门。